今天的这个姐姐给我编了个麻花辫，这是吗？这是麻花辫。没吃饭。嗨。好困。嗨，晚上好。亲，我们这边的灯光好难看。嗨，晚上好。今天早休息是早休不了了，没有叫外卖。我觉得今天好像个男人啊，好奇怪。今天早休息是早休息不好了。对，他手被扭到了。对，我一会儿就播一小会儿，因为想着明天再给大家多播一会儿吧，因为明天的因为那头我还没练熟，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去搞一下的。所以明天16人是跳李星宇的位置，但是跳的不多，跳的不多，对。我的头发是蓝，雾霾蓝色，现在是，因为它掉了，我就洗了几次就掉成这个样子了，没有办法。对，明天生日宴我去不了了，我要上公演。但是这个头发好处就是染发染的上色很容易，就是我想让它变什么颜色，它要变什么颜色，就还好一点。好困啊！哎，明天有握手会，记得大家有空的可以来看看我哦，看看小金的握手会。我上的不多，明天插队上的不多，因为他们16人本来就会剪歌嘛，因为明天有什么拍档什么的，所以本来就剪了一些歌，而且好像要跟别人分站位，所以我就少上几首16人，然后上一个 unit 就好，蛮轻松的。明天上个大 MC 就没有了吧，应该。好奇怪啊，这长得，把灯这个灯关了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漂亮，今天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关啊？这样有没有漂亮一点？有点冷哦。因为我觉得那个黄灯才比较黄。你才黄，你们才黄，你怎么黄怎么了？这是我今天贴的泪钻，上面全是粉底液。掉了，不要跟青云说我在这，他掉了个钻钻。啊，刚刚那个黄光漂亮一点，那我再把它打开。你不觉得这样我才黄吗？明天 unit 的时候看情况吧。噜啦啦，噜啦啦，噜啦噜啦，噜啦。他的手啊，他感觉心情有点沮丧，太努力了他，他把手给扭到了，人下来的时候胳膊都动不了了。还是抠下来的。对的，很拼。看他明天的状态吧，困，真的困，因为今天没怎么睡好，今天醒的也还蛮早的，
只是我醒了之后没有在你们在口袋房间里面说早安，因为我醒的时候已经不是早上，但是我睡的时候是早上，因为睡没睡好。对，明天又要握手，又要跳公演呢。对，我没有回寝室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痘痘，是我的遮瑕，是我的遮瑕，不是我的痘痘。谢谢全麦面包送的2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谢谢 GOC 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谢谢不期而遇的2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谢谢年夜灿烂的10个应援棒，谢谢 KU 啊哇哇送的秋天的奶茶。谢谢大家。没有吃饭，没有吃饭，已经说了好几遍。我今天就直播到11点半，因为我一会儿要去跳舞了。如果我再直播很久的话，我就真的是不用睡了。我跳舞前点个外卖，然后跳完舞正好外卖差不多能到吧。明天见。因为我有点感冒了，谢谢洛洛不吃糖送的奶茶，有点感冒了。明天不也休息啊？谢谢梭子蟹 JZ 送的奶茶，谢谢。最后一段读，我在想，如果以后还有机会跳的话，要不要改点动作？每次跳那个动作，怕你们有点审美疲劳。我这个感冒其实没有真正的感冒，只是轻微的嗓子痛而已。对，因为我昨天出门有事情，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来不及回来嘛，然后那个外卖就没有吃成，然后就让琪静吃了。谢谢三丁包子的1元棒，谢谢。没有吃药，我觉得我挺挺就过去了。什么暗语谢谢大白狗的奶茶，谢谢洛洛不吃糖送的99个应援棒，谢谢。我也想吃牛肉炒面，我一会儿就要点一个刀削面，牛肉刀削面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。叫未来天空，不是是汤面。我真的饿了，我今天一天就吃了一份青椒肉丝饭，然后就没吃了，连朱光华都没有吃。对，明天发车很早，我怕我起不来。谢谢光之美少女送的25个应援棒，谢谢。朱光华是我们门口小卖部大叔的名字，叫朱光华。谢谢中年失业大叔，不是，凉粉酱送的30个应援棒。因为就我一个人啊，所以很安静。是因为他们家的烤肠很好吃，然后不知道是谁先叫起来说我要一根猪光华，然后我就以为那个是猪光华，直到我转账给那个老板的时候，发现那个老板的这个
那个支付宝名称就叫珠光华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个烤肠根本不叫珠光华，是老板叫珠光华，但是人已经习惯了。我有一次自己去买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去买，去小商店买，就跟直接跟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要一根珠光华。”然后老板还愣了一下，然后很尴尬。我说：“来一根烤肠。”真的，我觉得老板应该知道，但是他等我直播完了再回来，所以我很快就直播完了。马上就结束了，我就直播一小会儿，我还要吃他的饭呢。他好像从剧场带回来了一份饭，好饿啊。嗯哼，你们还有5分钟和我相亲相爱的时间，快点吧。怎么有点流鼻涕了？随你嘛，这种相亲相爱的事情还有人家主动吗？牛肉面不要再热，我饿了。明天吃，明天去剧场吃，因为我好像没有药。明天去剧场问阿姨要一个感冒冲剂，谢谢炙热人生送的奶茶，而且我怕吃了药之后会很困，人本来就已经有点困了，吃完药之后更困，困了之后舞都练不了。为啥感冒了？因为亲文跟我抢被子。没有了没有了，是因为我就是穿的太少了而已，不是太累了，就是单纯的人飘了，穿的少了。就累了，就不是就感冒了。好，明天来找我玩呀，但是你们不要担心，我会把感冒传给你们，我明天一定会治好我的感冒的。明天早上一到剧场就问阿姨要药吃，好吧？记得来找我玩哦。好，谢谢全麦面包面猫送的1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谢谢伤终将逝去送的暖暖，谢谢。不吧不吧，今天他们还下来跟我们炫耀说他们会弹舌，然后我学了半天都没有学出来。不不不，在直播，在直播，不行，不能，下次一定。谢谢露露不吃糖送的奶茶，空。哎呦，你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速度非常的迅速啊，妆已经卸完了。谢谢 C E F K N O B I 送的2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我也要马上就下播了。亲王的东西吃完了吗？他还没开始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一会儿还能去扎两口。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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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合影是私服，我还在想明天穿什么，有点想让青云文给我搭配一套，因为他的衣服都非常漂亮嘛，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漂亮的衣服，想偷他一套衣服穿，但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给我偷。轻易也轻易也，我没有图，我没有图，烦死了。啊，什么白白的。不行，明天不是暖和，明天重要的是漂亮，你知道吧？明天主要是漂亮，不怕冷，就是为了漂亮，因为明天有合影啊，而且明天握手一定要穿的漂漂亮亮的给大家看看。暖和就不漂亮，你看我今天我看到我的那个图，我的上班图，我觉得我像一个流浪汉，你懂吗？穿的真的是今天是很暖和，但是穿的实在是太随意了，明天就不行了，明天就要偷人家衣服穿了，我自己没有特别漂亮的衣服，哎，我也有特别漂亮的衣服，哈哈，再说吧，看看哪个更漂亮。没有吧，蓝色的地方还是那么点，只是因为它颜色变浅了，你们会觉得它变多了，但其实没有，也没有吧，我
只是今天比较像流浪汉，平时虽然我是素颜，但是还是蛮漂亮的，好吧。现在这个颜色，我也觉得现在这个颜色应该是算比较漂亮的颜色，正正好好的颜色。主要是我上面的颜色太深，如果上面的颜色再浅一点的话，应该会更漂亮。谢谢罗卜制糖的奶茶。金鸡什么时候不漂亮？那可太多了。每次公演完我都不漂亮，因为我的妆都花掉。我这个人太容易就是脸上流汗。谢谢你的萝卜送的应援棒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下播了。你们还是蛮准时的嘛，这么不想跟我多聊会儿，算了，我也不想跟你们多聊会儿。嘿，哼，拜拜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